就性感甩臀舞。歌手王心凌日前在台北举办签唱会，又唱又跳之外，当天还化身神仙教母，亲自替取名叫做淑芬和志豪的粉丝们牵线。而原来王心凌平常就是朋友圈中的红娘啊。我是属于一个会帮朋友，就是如果要帮朋友的话，我会互相想办法找机会开玩笑撮合他们。对，成功过吗？我倒是好像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是就是会很自然的介绍他们啦，然后给他们很多互动的机会，剩下究竟成不成功，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缘分。这次的新专辑也是王心凌出道以来的第十张，创下音乐路上重要的里程碑，也令歌迷期待王心凌何时要举办个人演唱会呢？我其实真的很想，而且我觉得十张专辑呢，应该要交出一个怎么讲，华丽漂亮的成绩单的时候了。但是今年是一定来不及的，然后很多歌迷朋友也都很支持，一直在询问我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然后看看明后年可不可以完成这项任务。虽然今年无缘看到王心凌的演唱会，但相信只要歌迷继续支持，很快就能在演唱会上和王心凌见面喽。